你先莫激动啊！我甲你讲过啊，这拢是暂时啊。我知影你即马无法度接受，也毋过目前爱用杨尚义出来，就靠这份离婚协议书啊，对吧？我就毋是无别个方法，你上好莫来我做爱骗。我是安那要骗你啊？我只有你甲弟弟诶，我袂用无恁啊。啊，毋过即马一定要想一个方法，啊，若无迄个小查某搁敲电话来。咱就甲电话号码换掉就好啊。是啦，电话号码是会当换，啊，不过伊来弄门要安怎？宋美当为着要泄密，啊，不敢咧搬厝。搁再讲啦，即摆官司搁咧拍，搁会记着面，这毋是啥物解决好方法啦。这是你家做滴来，你家去办。老婆，老婆，是嘞啦，我毋是刁过伊个啦。我知影你这也无法度接受，啊！我希望你甲我斗三工，甲我签离职。我只是要用这离婚协议书，甲迄个录音带换倒转来尔。老婆，啊，你着签离啊！我着这份假吼去骗杨秀英，到时阵哦，你着报警察抓奸。老婆，啊，这离婚协议书也无啥，到时阵哦，我甲迄个录音带摕倒转来，我两行拢毁掉。吼，啊，你一定哦爱告杨秀英通奸。伊母啊，这么爱面子，就算是杨秀英不甘愿承认，伊母啊嘛叫伊承认挪用公款的代志，到时阵我就平安无代志，重新转去公司，重新划起这个家。你有这么有爸？是啊，我见过杨秀英妈妈，伊妈妈偌爱面子的。啊，老婆，啊，即马就剩这招尔，无别招啊。就算你无爱替我收，你嘛替弟弟收啊。敢讲你希望弟弟未来有一个最佳的爸爸？啊！不过这是方法，这是仙人跳呢。非常时期用非常的方法。搁再讲啊，若是警察摕到迄个录音带，我真正是吼躲拢躲袂去啊。唔，那是假笑的代志，搁有协助侵占，搁有伤害罪，而且杨秀英迄个查某搁严重，伊根本就是不爱和我活落去啊。敢讲我就袂反击。美女，多谢你今仔日请我食饭。袂啦，我今日食袂饱呢。啊，佮有这啊，姜汁米粉嘛，最好食的即款个啊嘛。哦，唔免啦，唔免啦，我真正食足饱的。我若佮食哦，就无法度徛起来啊。时间差不多啊，我先来走啊哈。哎，美女，唔免烦恼啦，我有替你讲明过啊。美女是一个足好个查某囡仔。啊，若是一定爱我，予你一个建议，迄个建议就是你爱好好珍惜，啊！啊，王立德，原来你找秀英姐来是为着要鉴定我哦，啊，你要让你当阮世家，啊，秀英姐。你说什么？啊，你算哪棵葱啊你啊！你干嘛？你胆子这么大？你还鉴定我女儿？我还没鉴定你呢，你凭什么呀？你妈，你敢黑家？我黑家？哎呦，你搞清楚没有？我这是为了要保护你，怕你受到欺负啊！你自己想想，从小我把你拉巴长大，我怕你冷，怕你热，怕你病，怕你饿啊，怕你走路摔倒，怕你跑步你跌着。你现在不体谅我对你的心了，你还帮着外人对我出气。哎，你是不是我女儿啊？阿贝，美女不是这个意思啦。哎呀，你不要替她解释，她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胳膊肘向外弯了。你再弯，你再弯呢、啊？你就小心你骨折，我告诉你。我还没骨折，我就先被你给切断了。你拿着菜刀，赶快去切你的水果，快点去。你小心点、啊。哎，你不要这样子。不好意思啦，我们爸爸就是安尼啦。啊，话拢有白讲，你就莫听伊哦。卖阁甲你爸爸闹啊！伊是真正足爱你。我知啦，啊，毋过即款个爱吼，拄拄好就好啦。啊，伊是想过济，啊，满出来是一种压力。啊，毋过我足欣赏你个呢，有一个爸爸甲你疼惜，我嘛足希望有爸爸甲我疼惜。真可惜，阮爸真早就离开啊。无要紧啊，那安尼你会当甲阮爸爸当作是你个爸爸。我就欢迎你常常来开讲来吃饭哦。杨丽的念还没到啦，再下去我真的拖不住啊。
立德，你阁有朋友要来哦？你现在一直看外口？无啦，我是咧看油巴咧切水果啦，啊，想讲等下咱做伙食。我真正食袂落啊，我看我还是先来走哈。无要紧啦，食一点嘛好啊。哎，老爸，你水果是从树上摘下来的，赶快切来吧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哦，你这个臭丫头啊，你的眼里越来越没老爸了。你以前说话不会跟我这个态度的，我告诉你。哎，你哪来的这个叛逆的勇气？你跟谁学的？我，明慧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真不应该把这房子租给他，我告诉你。你不要什么都扯到明慧身上啊！我现在是因为我对我的人生觉醒。你跟明慧有联络啊？我跟伊。所以你早有啥物拢知影？秀宇，你，我先走。秀宇，秀宇，先拍照了。秀宇，秀宇姐，立德。秀宇，你别走啊！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啊！啊，你是不是对我们家的美女丫的有意思啊？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啊！你就算美女对你有那么一点点意思，但是她要过我这一关，你懂吗你啊？好啦，这起码不是重点，好不？于先生。我够胆子的，一会儿再讲啦。卖艺哦，就是鸡嘛。我哪来呀？够了，这怎么又来一个啊？他家了，我小人嘞，抓到你了。有没鸟事啊？我惊想袂开啦。有倒去啊？唔知，也唔过我知你到倒位，你倒来了。走起，紧了。是的啊，没事。哎，立德。哎呀，你不准跟去啊！你尤其不能跟他道别。那是你啦。不是，哎。美女呀、啊，你的眼睛是不是瞎掉了啊？那这个中介卖房子的，他有什么未来呀、啊？你怎么会喜欢这种臭小子呢？你，哎呀，这是个丫头，越大越不听话。感谢你跟我斗相共，我保证，我这世人绝对袂甲你辜负。在我上困难的时阵，只有你陪在我身躯边，我一定用我后半世人好好甲你疼惜，袂阁让你受着伤害。我敢真正会当相信你？我到底是在救这个家，还是在害这个家？喂。秀英，我照你的话去做。离婚协议书签好啊，阿什么人对？我随过。好，阿你等我。杨秀英到玉里大天下饭店见面，伊就要记是七零一号房，阿什么就随过。十点钟后，就随带警察来，知无？你敢真正要安尼做？头先不是讲好啊，你就莫烦恼啊。我若是敢叫警察，就表示我清白啊。老婆，你不是想要过平静的日子？这是最后一步啊。只要咱渡过这关，有啥物代志拢无。想想对对，会记得你，相逢有的对温暖。
醉迷离，孙情回泪影，满面春风未。